路加福音三章十五至十八节，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是基督。约翰说：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仰净他的肠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，向他们传福音。准备。